行动不方便，坚持参与朝山礼敬诸佛。很欢喜的心啊，就看大家跪啊，啊，可是我不能跪，可是我就很高兴，很欢喜啊。不比台湾啦，哈，疫情早一日紧无去啊，个乌克兰啊，战争哈，啊，紧安尼平安安尼。沿着敬祀堂朝山，敬拜天地，凝聚善的力量。透过这次的朝山，我想我们最重要是要人间菩萨照身，还有呢，斋戒如素。这个吼，应该是教我啦吼，但是咱嘛，咱嘛唔惊吼，咱就是正虔诚吼，大福大爱，可以消大灾啦。队伍当中还有一位来自巴西，在这一边可以多多学习，那将来有机会可以带回巴西。慈济在台湾56年了。志工分送寿桃给附近店家，一起为台湾、为世界祈福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北综合报道。